不是，你们怎么不长记性啊？就你们那破茶，也配给爷喝吗？拿这个，这可是明前的龙井，别用开水器，拿着开眼去吧。得嘞，还是同爷讲究，您放心，保准您喝得好，喝得好，快去。 等着您了。好。同一堂的段子，您传出来了吗？他就在下面等着听了。放心。得嘞，您圣明，就当是给王八蛋编的，您呢就不窝心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哎。 您尝尝，八分热的水，凑合。可惜啊，没有壶泡泉的水，味儿还差了点儿。滚蛋！阴阳不同道，日月两界分。 天黑人变鬼，天明鬼变人。七爷这叫什么定场诗啊？没听过呀。说书唱戏弹古论今，那就不是一般人。听听吧，可今儿咱们肯定有新鲜玩意儿。受朋友之托，说说现如今的大喜事儿，图个大家伙也乐呵乐呵。几位怎么样啊？好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现挂，过瘾吧？都给你查着，都听七爷说。有道是乱世出英雄，咱们身边就有英雄。这位非寻常之辈，身居高位，运筹帷幄。 是八面玲珑啊！咱们寻常老百姓那是望尘莫及，就是您想都别想。为什么？祖宗的德性不同，人家祖上那真是家道殷实，代代为官。况且后边们是个个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文不会写信，武不能卖权。一句话。 人家不受那份累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这是夸人。改朝换代，家道中落，大清一亡，此君也曾顾影自怜，时时惆怅啊。谁成想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他峰回路转，此人又改头换面，声名显赫了。那位说了。 他怎么就改朝换代了？他怎么就峰回路转了？
我怎么老这么倒霉啊？您别急，您是谁啊？人家是谁啊？人家有祖宗庇佑，有神人托梦。来着了吧？还有神仙呢！哎呀，这……您还别不信，神人托梦自古有之，岳云德锤法包拯断阴阳，这不全都是？可今儿咱别的不表，单说此君。一日入夜，此君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正琢磨着上哪儿去找新的窝头替呢。哎呀，忽然间迷迷糊糊，家门开了，进来一人，身着宰相官服，长得是獐头鼠目，脸上没肉胡子稀，两眼无神，还带着晦气。此君吓一跳：“你谁呀？我快要饭了都，都没什么可偷的。”来人一听大怒：“呸！拿我当贼了？我是你八辈嫡亲的祖宗，看你时运不济，给你托梦显灵来了。”哎呦，此君一听不敢怠慢，扑通跪倒在地，磕头如捣蒜：“祖宗啊，求您了！您要真是我祖宗，求您指一条明路，我也好飞黄腾达，重整封门。”挨者笑了：“蠢材呀，你祖宗我的能耐，你是一点儿都没能继承，真是黄鼠狼下耗子，一窝不如一窝。”别怕，有我指点，你定能飞黄腾达。你祖宗我的能耐，你兴许还不知道吧？啊，威震天下的精忠岳帅岳飞岳鹏举怎么样啊？他就是死在你祖宗我的手里头。来来来，我传你祖上秘诀，速速记下。那就是你听出是谁了吗？认贼作父，丧尽天良，瞒天过海，欲盖弥彰，党同伐异，陷害忠良，狗仗人势，魑魅魍魉。光这还不行，你还得踢寡妇门，挖绝户坟，欺负老实人，扯疯狗，咬傻子，坑蒙拐骗，偷吃喝嫖赌抽，凡是人不干的事儿，你就干，方可不负你祖宗我一番苦心呐。嚯！此君听了心花怒放：“祖宗啊，我都记全了，待我飞黄腾达，必定好好祭拜啊！不知您墓陵坟茔何处啊？”来人笑了：“看看这个吧，这是我家门前对联，看清自能寻到。”啪，摔下一张草纸，化作一缕青烟，扬长而去。此君一惊醒了，低头一看，还真有一张纸，上书两行字：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生铁无辜祝宁臣。”抓住他，给我弄死他！爹，都不许乱！爹，走，快走！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，爹？宋和廷跑了，别他妈喊了，赶紧送老爷子去医院。是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处长，处长，处长，爹。